赵薇震惊强国同徐定阿，上海童子尿父母打人。细路急起上嚟真系好难忍噶，但上海呢对着住红色情侣装嘅家长都冇理由任佢喺地铁门边度屙啩。有乘客拍下老豆嘅膊头，叫佢咪咁做，点知？忍一下，或者至少弄一个塑料袋之类的。恶家长当然不是这样啦，亲戚、老婆全部都帮手打，结果咪搞到被人行政拘留啦。呢阵屎尿风气，连罗马都闻到。在罗马最著名的古迹斗兽场外面，人潮汹涌的路边，我见到有中国游客用遮挡住嚟大解。赵薇在微博度话，个细路都应该读紧小学高年班噶啦。在距离游客不够两米徐定屋，他觉得好震惊。咁震惊，就要多啲嚟香港见识一下啦。